个领唱的，就是我们大头目的后代第六代潘家昌头目的后代。现在有我们的村长邀请我们卡达迪布的拉汉哦，来。哦，现在由斯卡罗的头目哦，直接引领着。头目哈，坐上这个最高的礼赞的椅子哈，接受礼赞以及最高的敬意的一个。
扭到屁股都快掉下来了，他的妈妈。啊嘿！跟各位哈、哦、介绍过，顶唱人哈、哦、是这个头目的后代哈、哦，同时也是这个我们斯卡洛头目的堂弟哈、哦，也是刚刚我们文史讲座讲师潘金茂的二公子哈、哦。这一次的活动，他们家族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哦呀，哎呀，哦呀。潘真佩已经在张口吸不到空气了哦。谢谢。